卡罗，你不是来度假的 ，OK？ 你是来陪病的。那我这样自己都睡不好，我怎么照顾你啊？我就说，你就给我滚回家，滚回家 ，OK？ 然后就开始收他包包，哎，只要小孩有弄，然后 我老公就会掐掐，把奶掏出来，你当乳牛啊 ！TVBS 11点热炒店。